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聊聊球，我是亮哥。本期继续为大家带来2021年的英国锦标赛，赵新桐对阵希金斯。希金斯的这一杆目标非常的明确，我们看看母球的位置力度刚刚好，坐在了咖啡角的后面。这个时候呢，解球非常困难，因为球心很散，一搞不好就会漏一个很大的机会。赵新桐这一杆的线路呢，明显就是两库，两库以后往粉球下面的红球堆里面钻，因为这一个线路进去之后很有可能不会卖球，不过可惜母球挂到了带角。赵新桐的这一杆解球非常的漂亮，力度线路恰到好处。不过呢，貌似红球好像可以有的打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母球和红球距离太近，太近的话很容易连击，因此呢，这种球只能是中低杆点进就可以了，没法去走位。John Higgins one.非常精准，这一杆远台打的是实在太好，母球顺利的跑了出来，防守有了，然后目标球也进掉，这个时候又可以连杆。那么赵新桐凭借这一杆上手之后，直接就给了希金斯一个惊喜。母球现在的位置，左下方的两颗红球都有得下，不过呢，按道理来说应该先打最下面一个，因为最下面一个打了之后，黑球两边的通道都会完全的打开。14. 15.
赵欣桐在考虑了一会儿之后，放弃了击打右边红球，而是选择了左边这一颗。可能呢，他选择左边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左右都有的下啊，都有的打，方便自己有更多的选择。23. 30. 31. 38. 39. 46. 47. 54. 55. 这杆 K 球 K 得非常的漂亮，四颗红球全部闪开，并且有的打，再打一个红球就可以超分。现在呢，赵欣桐是领先59分，台面四颗红球刚好也是59分，处于一个延分的阶段。61. 68. 69. 76. 77. 84. 85. 90. 92. 95. 99. 104.
110。粉球打进以后，留了一个远台的黑球，这个黑球明显就是想要来秀一下杆法和线路。黑球没有打进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早已经完成了单杆过百。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